快过年了，台湾矿工医院特地举办金兔年名家挥毫赠春联的活动，特地邀请马水成老师等人现场书写贺年春联以及剪纸，免费提供民众索取，也送给病患以及家属和医护人员，祝福大家健康平安，吉祥如意。讲我来看医生，阿姨咧写这啊，写个做个足水个啊，我就甲排队个，西边啊地啊。这个矿工医院的那个会计总主任啊，他们的引进，让我们苏大会还有基隆苏大会、前基隆苏大会，还有那个瑞阳苏大会一些领军式的。那我是前任理事长，所以来这边写一些看应景的春联，让民众啊，还有这同仁、医务人员，大家都能够沾沾这个喜气啊，也借着这个机会推广书法啊，双重意义。希望大家能够在春节得到一种喜悦。各式各样恭贺兔年新年的春联，让大家爱不释手，也让矿工医院洋溢农历过年欢喜的气氛。祝大家兔年行大运！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